老杨可以说我在试啊，自己来操作这个拍摄这个设备啊，看来逐步的渐入佳境啊。当然知道，大家知道香港现在的疫情的泛滥呢、啊，跟武汉封城前差不多，所以呢，每天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了、啊，来做这档节目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感谢我们的团队啊，还有这样的努力和坚持。好了，我们今天来谈中美关系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中国最大的软肋是什么？时至今日，很多人都会意识到，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将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极度困难的过程中。有人比喻为逐步的崩解，有人认为这个过程是自由落体，甚至还有人认为比自由落体还要糟糕。那好了，这段时间围绕香港问题啊，美国出手了。出手还比较重，在南海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华为5G 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前所未有。制裁跟新疆、跟香港问题有关的官员、个人啊，以及一些呢发生业务关系的金融机构是其中的措施，也正在考虑禁止所有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中国公民和他的社会关系进入美国，啊，这个是9000万，再加上呢，他们的家属可能有几个亿的这么一个规模，那美国这次真的是呢甩开膀子跟中国来抹脸了。当然，北京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也还你颜色啊，看看这段时间呢，真的是针锋相对，反制裁。对处理美国处理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的这些制裁，甚至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军火商洛克希德，那么也采取了一些制裁。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呢，华春莹，除了呢很习惯的跟赵立坚一样不断的反唇相讥之外啊，还高声的朗诵高尔基著名的那首诗叫《海燕》的那一句话，叫“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话音未落，美国的暴风雨还真的来得猛烈很多。比之于冷战时期，美国对华的各种制裁、禁运、封锁、遏制，那么今天中国的对外的抗压力、承受力，远远要比50年代，甚至呢八九以后的90年代要大得多、强得多。但总的来看，中国所有的招数啊，要一剑封喉还不是太多，能一出招让美国和西方国家马上屈服就范的也似乎不是太多，这也是一个现实。说香港有一位作家啊，原来是一家出版公司的这么一个老总啊，那么他最近的笔锋甚健了，70多岁，天天写评论文章，那么他的名字叫施淳沟。施淳沟认为呢，南海问题和香港问题是美国对中国最直接的两张牌。美国一宣布啊，南海问题中国的九段线是非法的，一下子就把跟南海问题跟中国有纷争的那些国家就团结在美国身边呢，形成一个联盟了。他认为这个不费吹灰之力。两个航空母战斗群呢，那么在南海呢摆明正式要跟中国较劲呢，就是要引诱你开枪，开第一枪啊。他认为这一点呢中国呢有压力。第二个呢，他认为香港问题也是对中国的经济和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种釜底抽薪呢。这是他讲两个杀手锏。但是也有人认为，我想第一，这个有人认为呢我是认同的。第一，北京对华盛顿的反制裁措施力度也不小啊，都是对等的，但是效果未必彰显，有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一个感觉。被制裁的中国官员，比如说新疆方面的政治局委员陈全国，除非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家眷在海外早就有资产，银行存款有明显的这么一个数字，或者呢他们已经有准备到海外去出差旅行的计划，否则的话这意义不大。反正陈全国我就不出国了，我在海外也没有任何的资产呢，还有存款让你来制裁。但是呢
对于在香港特区政府和在香港问题方面的人员的制裁，估计可能会起某种程度的威慑的作用。尤其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公务员体系里面多半有子女在海外呢留学、工作、定居或者诸如此类，也有一些他们那个工资比较高，也有一些在英国、美国、海外的一些房地产和其他的投资项目。美国呢也一直是香港乃至于中国大陆的官员，尤其是中上层家层子女、企业家他们的后代就学就业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所以呢这方面的反制的效果估计会比较明显。那么9000万党员不让他进入美国，说老实话，这个呢可以配合中共的对党员的一个管理工作，这个说老实话杀伤力不大，但关键是对香港这方面呢还是比较直接的。第二点，美国其实对北京最致命的杀手锏应该是在比军事上的实力对比是怎么呢，应该是更直接有效了，是他们历年来对中共高层以及各级官员的子女的移民在美国定居就业购产，包括呢我们所听说的很多资产转移，这些所有的资讯美国方面的通盘掌握之上。这些年陆陆续续在海外媒体报端披露了所谓的巴拿马档案呢，以及西方主流媒体各种呢揭露中共高层和他们的儿女子孙在海外转移资产的深度调查报道，以及若干流亡海外的政治意见人士的爆料，其实都或多或少勾勒出相当清晰的轮廓。这些披露或许有一些是有事实依据的，或许也有基于某种政治炒作需要的夸张和夸大，但是我相信美国政府包括中情局、美国 FBI、 美国国安局等等的这些情治部门应该是掌握了不少所谓的中共家族人士的一些资产、财产、房产、存款的资讯，因为这东西在美国那种梳理之下基本上可以做不到，基本上可以事无巨细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现任的、卸任的、在职的、退休的，不能说一个青年的官员都没有，应该说青年的官员也还是占大多数的，但恐怕在改革开放的40年没有任何海外关系的他们自己的子孙子女没有在海外留学啊、读哈佛啊、读耶鲁啊、读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自己就剑桥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呢应该说没有一个海外关系的人一定不多啊。如果一旦美国和他的盟国在海外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向全世界公布有关中共高层官员的资讯，这个资讯当然包括他们的海外的存款啊、海外的这个资产啊，那么这个东西啊，我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在舆情、舆论以对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造成的震撼会有多大？我认为，这可能是目前北京的软肋。每一次呢说要公布资产、公布什么东西呢，中国的有关方面都会表示强烈的抗议，那么这东西很吊诡，包括这些年来公布官员资产财产的问题一拖再拖，这个一直没有办法立案，一直没有办法通过，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认为这就是北京的软肋。当然呢粗暴一点呢，香港人就会说这是北京的春带，也就是抓住了你男人的那两个东西啊，你就没有办法动弹，要理直气壮。我北京方面的这方面的反制能力和表达澄清，如果没有更具有说服力的反驳，我们看呢之前的一些记录，这种强有力的理直气壮的反驳目前恐怕还未必能真正做得到。
第三呢，外面最近疯传新任驻联合国副代表的中国代表啊，这个耿爽的女儿在美国读中学，华春莹在美国也有买房子，那主要是听说是为他女儿的这个留学而准备的。当然也有说李兆兴外长、前外长的孩子呢，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等等，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呢意义不大。外交官有他外交官的豁免，外交官有他外交官的驻外的一些待遇，我想这个呢无伤大雅。关键在于呢，之前好多年沸沸扬扬多时指名道姓的，比如说有关什么中共中央的常委韩正啊，在海外拥有多少资产啊，有多少情人啊，然后历代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啊，在香港有多少物业啊，在美国和香港的银行有多少存款啊，如果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足以选择加以披露的话，就像当年陈水扁夫妇被瑞士银行披露的一样，被瓦解的、被冲击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形象，而且可能是执政党高层整体的形象，所产生的崩解就不再局限于中美关系了，可能波及的会更加的多、更加的深、更加的广。那么所有的政治权力的稳定性问题、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还有你的所谓的塔西佗陷阱、你的说服力的问题悬重而至。我认为呢，这可能真的是软肋，这可能真的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道考题。第四呢，建基于基辛格所说的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只能把未来的世界、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做最坏的打算，甚至更坏的打算。我们当然也知道两个拥有核武器大国不可能轻易的互相挑起足以诱发全面战争的事端，但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死穴，都有自己的软肋。也许我们今天呢在这里谈到了就是死穴和软肋之一，美国在这方面的情报收集不可能是一天两天，应该是多年都有这方面的准备，只是他备而不用而已。第二呢，这个死穴和软肋会不会在未来的一个历史发展关键的节点产生化险为夷的作用呢？或者产生了添油加醋的作用呢？或者产生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然今天的中国和1949年之后的中国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毛泽东和他们的战友们可以无所畏惧，跟美国的朝鲜战场、在越南战场干一场，打败美帝野心狼，可以蔑视之，称之为纸老虎，是因为他们无牵无挂，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可以义无反顾破罐破摔，摔了再重建。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恐怕不行。在中美关系脱钩的过程中，如果在我说的这方面的新闻频出，应该会给北京造成多大的程度的尴尬和被动，可想而知。而在这方面，我觉得值得大家持续的关注。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